职场上哪种人的工作效率佳？哪一种人在工作时的效率比较好，升职的几率也会比较高？我的答案是 B， 因为我就是笑口常开的人，很坚决，所以好做事，是不是？对，伸手不打笑脸人。这话说得好。可能是生孩子的升职几率，他说生小孩的几率。好，谢谢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《全民新攻略》。